现在这台车要260万，真的是一般人买不起啊！哎，我们已经把这次保杆哦有冲突的内铁部分都修好，密合度也都调整好了哦，还没完，那要把这个爆龟还原回去，但是基本上这两个是不同的物件，所以还是装不上去，我们也没办法再向上，因为这下面如果勾住它的话，这边的线对不到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要上去啊，这是上不去的。也就是这边噪音其实要做修改，大概跟车主讨论过，他也希望保留这里面这个塞，所以我们要再想办法再来定做啊，我们要把这边可能要切掉，然后下面要修改一些东西，让抬升上去，把密合度做回来。好吧，我们就现在开始吧。结果。这边会把它修密哦，现在都还不是很密的啦。这片也要这个角度也要修一下哦，让它可以装。大概装起来就变这样。这个是新的侧取哈，就变这样子。来，后面不要这样。这样子。好，它比较帅的地方是这边有个洞，这边是有一片洞这样进去的。你看，侧取你在最后安装哈，这个侧取你看这个地方的缝很大，这边上下这个才是我们要的线。这个侧裙是修好的，这个缝是超漂亮的，这个，哦，这修好的。然后这个侧裙哦，他们不会装的原因是因为它少了一些零件，所以它很晃啊。我们在这个里面帮你改了碳纤维的板子，这里面有卡缝的板子，所以它就不会晃。这个原侧裙来的里面是缺件的，就这里面是空的，所以这个侧裙哦会这样晃。我们到时候下面还有一片嘛，越大片它会越晃。哦，这个是这样子。这个洞我们会补掉嘛？哦，补掉，然后都做完了啦。现在检查这个地方还密合度也在做，磨一磨就破掉，因为它太凸了。做完这个缝会很漂亮哦。后板这边也在做缝，那这两个洞挖完会跟前面那两个洞对称哈、哦，这个洞跟这个洞会对称。那下面也修好了，就剩下细节的了。我们计划这边会再帮你开一个洞，这边会把它开洞，因为这样子太常见了。这个保杆其实台湾已经有很多了。所以那个地方会再开两个洞哈、哦，啊，里面会有网子。
好，我们又到了杨哥讲评时间啦。在 EVO 10经过车主特别要求，要把保杆改得比我们原本这只还来得速。车主他就是希望这台车好开，很轻松的可以到处去，而且这个是二代的那个巴黎斯的保杆，其实它的线条比较再复杂一点，现在已经把它拉宽了，已经完整了，跟一代的宽体融合了二代的没有宽体的保杆，我们做了一个二合一。看一下这一次我们特别帮它加工几个部分哦，把这个里面的气坝加工成为碳纤维的，让它比较稍微动感，而下巴我们也把它直接包覆成全碳纤维的，哦，让它有点原厂的这个烤漆的颜色哦，配上碳纤维呼应，若隐若现的感觉。EVO 原装的这种漆其实有一点类似像珍珠漆一样啦，黑色里面带着金色的银粉。巴黎斯二代的地方，它最特别、最有特色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塞哦，还有前面有这个前保定风衣的设计。车主哦，希望这个定风衣不要装，稍微素一点、低调一点。这车有办法低调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次保险原本不是宽体的，装上车以后咧，我们跟宽体结合的非常的漂亮，所以基本上看起来这个密合度跟原装几乎一样。而这两颗螺丝是为了让它可以以后跟这个赛道前保杆做更换，所以这个螺丝的锁点跟上次碳纤维保杆其实是相互呼应，这个螺丝哦直接就可以拆换的，这位置是一样的。这个头灯啊，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的公司哦帮我们安装的，阿五小罗，这次他帮我们装这改装的头灯哦，让这台车战斗气息提升不少。来，开个灯看一下哦，这组灯哦，听说是合法可以验车的灯哦。我们这次的引擎还在一个训杠阶段，因为目前这个引擎已经是整个度内全部换装锻造引擎了。那当然，后续的调教跟马力的批数哦，实际的测试它到底能够到多少匹哦，这台猛兽实际解封之后能够创造多少匹的动力哦，我们到时候看看有没有后续，还有没有机会再追踪到这台车。原厂 EVO 的侧裙比较没有造型，这次也是这里面有进风口哦，这组侧裙那密合度也全部重修，内侧其实也做了碳纤维固定支架，所以它的这个侧裙其实稳定度非常的高哦，本来都是很晃的，做了强化，然后让它的造型变得更漂亮。后面我们还是做了一片哦，像这样的碳纤维拉杆来稳定这个侧裙定风翼，质感非常的好。车身的螺丝孔全部补掉，其实用粘贴就好。很多观众会问，这用粘贴的叶子板到底稳不稳哦？其实这粘上去哦，你要拔，可能没有用特殊的方法去拔，都会把包规拔破掉。哦，我们这样粘绝对不会松脱。当然，这只巴黎斯是原装碳纤维 GT 尾翼，这尾翼总高度啊将近40公分，非常大只的一只尾翼，战斗尾翼，气息不错。这个翘臀的后车厢呢，也是碳纤维材质，这一次只是把碳纤维哦整个后车厢做过烤漆而已。其实这个还是碳纤维的。这一次的重点就是这个后保杆了，我们国内的叫 Fortis 啦，不是 EVO 嘛哦。其实已经有这一类的保杆在市面上了，我们偶尔做一些区隔，有把它这边的洞啊割得比较多。我们的小孔是用小网子。大孔是用大网子，下面还有塑胶网哦。我们把这边做了比较丰富的设计，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网子，保留了里面还有内铁防撞感保留哦，它不会因为改了短保以后，我们把内铁拆掉的问题。不过这内铁确实是蛮难切的。后下巴的部分啊，我们全部都用碳纤维重新处理过，这整个后下导流到目前到这个地方，全部都是碳纤维才再去包覆的。因为原本呢其实是整只玻璃纤维的嘛。哦，这个塞也是碳纤维的哦，前后的整体的呼应啊，其实做的对称度非常的高。下半部全部修改过，包含它顺它车身的线条哦，做了一个延伸，但让过了这个爆规。那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断差，我们开了两个这样的孔。哦，这两个孔呢是仿照前面叶子板，仿照这边的设计，所以做一个对称的呼应。将来可能后下哈、哦、还会再做下导流的工作啦。这个部分目前来讲，我们这次先做到这边。这边有两颗一样是钛合金螺丝，是呼应前方。叶子板的部分，它将来要换保杆，一样是可以透过这两颗螺丝直接直上。这台车其实做工啊，并不会说是非常夸张啊，其实这台车已经很夸张了啦。进来前跟进来后，其实这两台车啊，都是非常的杀的一台车。但是这个真正的细节差异，其实不见得观众能够完全发现得到。但是对车主来说意义重大，我们 JT 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完成任何车主所提出的任何项目，他们所希望我们怎么改，我们就尽量去满足他，就要顾虑到他的质感跟密合度，整体我们都要做一个搭配，完整度非常高哦，那也不会辜负车主对我们的期望。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追踪装模作样实境 Vlog， 也记得按小铃铛，谢谢收看。
EVO 10，其实这台车子本身它的价值就是算是比较高价的车子。那车主其实愿意破坏车身去做一个尝试哦，我们个人觉得也是勇气可嘉。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，其实也是遇到蛮多问题的，因为这毕竟两个套件是不相容的，公司要开个会讨论一些能够处理的方案哦，让整件事情哦在能够维持最好的状态下，包含了内体要保持原本的结构啊，包含它的原本的侧裙没办法固定啊，前保杆不合啊，这个有很多问题其实都要解决。原厂本来的这个Varis的宽体套件哦，跟到处都买得到，其实车主也不喜欢。哦，加上说他比较喜欢有自己的自我的风格，自我风格啊，才是我们改车最重要的灵魂。赶着在指定时间内要送到演唱会，希望他待会演唱会结束时可以看到这台车。待会回家脱掉车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